在这儿呢，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啊，如果遇到有救护车经过的话呢，一定要注意避让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关心有关孩子们健康锻炼方面的一条资讯。跑起来更健康，在未来2个月，数以千计的奥克兰小学生将参加马拉松跑步比赛。据介绍，这次活动由位于奥克兰南区的少年马拉松组织发起，旨在减少青少年肥胖率的发生，呼唤起公众对青少年健康的重视。据介绍，3000名7到12岁的孩子将参加这次活动，而更多的孩子也正跃跃欲试。